喂，你好。请问是业助理吗？是。哦，您妈妈过来了，打您手机没人接，她现在人在前台。哦，您让他等我5分钟，我马上下来。院长，我有点事想请假提前下班。好啊，一起下去吧。好。这样下去肯定会碰到啊，要不干脆坦白算了。院长，你要不要再回去工作一会儿？怎么，你是觉得我工作不努力啊？不是，我是觉得我也不在，万一有人找你呢？我和林特助约了人。哦。上个厕所，我是怕一会儿路上堵车，憋尿对身体不好。你是把我当你的小患者了吗？医生瘾犯了。兰兰，哎妈，妈，你去哪儿了？去趟洗手间。你怎么带这来看我了？小伟妈办好住院了，我看离你这儿不远，过来看看你。那你还用回那边吗？不用，小伟看着就行了。明天白天我再跟他换班。嗯，我来拿着。是累不累？不累。晚上我去你那儿住方不方便啊？方便啊。那。我现在叫车，咱们现在回家。不用，我记得你不是说过有直达的公交吗？就坐公交车，一样的啊。行，反正现在这个时间也应该有座，那咱回家。回家。啊、妈怎么看你又瘦了啊？没有，我每天吃的可多了。晚上妈给你做点好的。嗯。兰兰，妈，你怎么坐在这儿不回家呢？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正准备回去呢。那你这么晚不回来，我不放心，你就出来。我这么大人了，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哦、我好累啊。这是。阿姨，晚上好。小鹿，阿姨，你认识我？啊、哦，我见过你的照片，你不是兰兰的男朋友吗？啊？啊，你这是出差提前回来了。啊，你刚才没打算给我介绍一下？他有事要忙，那也不差这几分钟啊。
是说了过几天要一起吃饭吗？想给你个惊喜，对吧？对啊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就喜欢玩花样。你不是还约了人吗？你快去吧，别人等急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阿姨，我晚上还约了人呢，我得先走了。哦，那我们周末吃饭，我们再聊。好好，那你快忙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小鹿这孩子，本人比照片看起来更高大帅气啊，嗯，精气神也足，是啊，不错，走吧。院长，工作餐吃这么丰盛合适吗？中午多吃一点肉，下午精神满满。不用了，院长。我来烤就行。多吃一点，辛苦了。谢谢啊。再吃一点。行了，差不多了。还是我来烤，你专心汇报就行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妈之前总是念叨我，所以我就骗她说我有男朋友了。可是谎话说多了吧，她就起疑了，非要让我发合照过去。那天刚好你喝醉了，我就做了这样的傻事。在桃园村就干了这事，隐瞒了够久了。是我心存侥幸了。照片呢？删了。你不是发给你妈了吗？转发给我看看。嗯，嚯，哦，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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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难怪梦见跟你靠得很近。你梦到我了，可能脑海里残存的画面吧。哦，不过那天晚上你的确突然睁眼，吓了我一跳。好在你是真断片了。好在。当时你不是还认定我是药酒贩子吗？怎么就把照片发给你妈了？你就这么饥不择食啊？要当时有别人，我绝对不找你。觉得我配不上你？是你自己说我饥不择食的。这话我能说，但是你不能。为什么？就好比你在照镜子，你可以自怨自艾地说我怎么变丑了，但我不可以附和地说对呀，你就是变丑了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那我想想。好好想啊，拿出你当年卖花的眼力见出来。虽然我当时觉得你是个药酒贩子，可是你长得帅啊，身材又好，当时喝了一点小酒，脸蛋还红扑扑的，很性感。任谁看了不得说上一句，这要是我男朋友就好了，带出去多有面儿啊。院长，原来你吃这套。被夸谁不开心啊？这件事儿完完全全是我错了，对不起。道歉倒是挺积极的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这话是应该我说吧？我知道你心里也一定是这么想的。学坏了。是院长熏陶的好。院长，既然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了，那陪
陪我妈吃饭的事儿，能不能帮帮忙啊？当然。真的？不行。这肉好香啊！哎，咱们来一块。谢谢。说好是我请客，你怎么把账结了？吃人嘴软，这道理我懂。我是真的想道歉。你的重点是让我陪你妈吃饭吧？你再考虑一下吧，我妈对你还挺满意的。哦，替我谢谢你妈。你忘了，昨晚是你自己答应要陪她吃饭的。是你让我顺着你妈的话说了，合着我还做错了啊？继续啊，还有什么奇葩的理由说来听听。院长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说来无妨。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孩，千万不要像打辩论似的，一直堵着她的话，这样你会交不到女朋友的。你怎么还操心这个呀？我是有感而发。叶诗兰，我发现你对我说话是越来越放肆了。有吗？那我要不要改回去？为什么要改？我喜欢你这样。自己舒服就好。也是，我最窘迫的样子都让你看见了，也没什么可在乎的了。明白，放飞自我了呗。不劝了。劝不动，这么容易就放弃？要不你主动答应吧。你是认为我在故意摆谱？我是觉得作为一个讲义气的朋友，你会帮我的。可以学会用激将法。要不就是你在吹牛，是谁昨晚信誓旦旦的说一定会对我负责到底的？我那说的明明是工作，难不成我还得负责给你发个男朋友啊？可以啊，这样我跟我妈说我跟你分手了，又换了个新的。说的好像真谈过一样。你等我一下。您的花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给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黄玫瑰，代表道歉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要假戏真做跟我表白呢。切，就算是表白，也应该是你主动吧。看来以前是我没了解你，没发现你脑海里的小聪明原来这么多。原来我只把你当院长，而且又欠着你的，自然要收敛一些。是得重新认识了，慢慢认识吧，会有惊喜的。走啊，还有半个小时就上班了。叶诗兰，要我讲义气去陪你妈吃饭也不是不可以。什么条件？说，只要我做得到。拿着。不行啊。拿着。愣什么神呢？让你先带回去处理一下。我要去买东西，一会儿再回来。
知道了。好。以为我要跟你表白啊？我才没有呢。那就好。条件我还没想好，那先欠着吧。一会儿回去打个欠条就行。你刚才是故意的吧？